空调冷的要死。我从不妥协。速战速决吧。啊，坏事。啊，野区被反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快去快去兄弟。那我觉得人马可能也会直接刷完。不刷蓝 buff， 直接去他自己的火。我操，炮车没了。放眼放眼放眼，兄弟！对面下路密死了，绝 W， 赶紧两波线推完啊！两个 W 赶紧推完线。奶色啊，谢谢你是不是耳聋啊送的超粉卡。舒服了舒服了兄弟。爽歪歪哈哈。嗯，好潇洒。我刚想亮标怎么没有，哎，我刚才亮 Ctrl6 好像没有啊兄弟。啊，主播的一个连招带标。没了，控波线吧，这是个回推线。接个位移，一波线，兄弟们，一波线。这一波他最多吃个炮车，好吧？炮车感觉能给他耗掉。我刚才这波既是控线，然后还打断了他回城，他亏的更多了。炮车还吃不到 ，OK， 完美。我炮车没了，操兄弟，你赶紧吃啊！大腿挂上 ，Q A 拉个刀 ，A 一下死了。你别搞啊，兄弟，绕他后面。我操兄弟，你知道为什么对面要跟我们打吗？我两三波线他们故意要把我搞死的。那烈烈还，哎，你差点帮了对面兄弟，还好活下来的是我。妈呀，这烈烈不会想我死了吃我这线吧，对吧？细思极恐啊。那我还是亏了，我三波线就吃了五六个，好，五六个好像都没有，真有点亏，说实话。这波翻出去，走这么那面，哎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算了吧，哥。别怕，男龙王前期没伤害的，有没有伤害？我没技能也会被拉扯呀。我们要当一个聪明的刺客啊！不要当一个笨蛋。冲上去没有技能。打又打不到，奶妈上单见过没有？是不是没伤害？那不把别人搞得死死的，有一些伤害不高但是能拉扯人的情况就没什么用。真不要小怪对吗？哎 ，W。
我们把他也捅，从侧面进场。这波没有眼，要放个现眼就好了。无处可藏。这波放个现眼，我可以从这里绕过去给他杀了。但现在好像也行。炮车你吃不到的，别打别打，兄弟能不能？哎呀！ 我都没买鞋，兄弟。我们双方打野在干嘛？到底奋斗？不要小看我现在没买鞋啊！我现在碰到谁谁死。 现在我这样就可以直接把他给他越了，相信不？来个信，往后退，假装往后退，往后退，真烦人。 感谢马上好，王后退 ，W 闪 Q R A 一个点燃二段啊，伸过去，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。你再装，不出鞋子，拿鞋子的钱拿来出这个装备，就是为了这一招。我刚才为什么从塔下直接过去，也是可以瞬间秒杀，然后一直碰不到他。哎，他刚才能活这么久，有点。 莉莉亚有帮助他的成分，因为他们打架的时候，龙王一直要靠野区，所以离我那个墙很远。支援队友让他，这是新的感觉，什么感觉？ 天赋带啥 ？Vgame 哇，怎么，兄弟，一边出的这个要出神装，刚才死的那波直接出个巨人腰带，这怎么办？哎，所以还是不要打得太凶啊，兄弟们，直接给这小子装备给打服了。这个有可能是那个啥，卢登，突然一下子转变啊，这转变太大了，我说实话。 他刚才一杠零的出装，是一个摩托，他现在出装是一个单吃，兄弟，毁了直接。你这我帮不了，我得先推线，先推线，那边先不要管，打龙这种东西。 是需要一点小小的理由的啊！谁让他回血，帮他续一下。我操！节目衰！操！我这波过来支援杜城没事啊！不是他们怎么自己就打赢了？我真服了。 我过去，莉莉安过去帮了他打一半的龙，我还不能不接那个龙，兄弟们，我接了半血，被龙打了半血。
这打赢了，有人欢喜有人愁啊！我就是愁的那一个，麻了。哎，兄弟，他在我们家野区，假装跑，突然卡了视野，大招 AQS， 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，人马要拿大招操作我，我们直接一个 WR 近战 AQA， 一瞬间打了几刀，算一下。 这个不怪人马，兄弟们，出刀太快了。对，真的一个血量是直接瞬间消失的，不开一点玩笑。刚才 A 了几刀啊，一瞬间。 既然他出肉的话，那我也出，我的伤害就更高一点。我把邪者的钱都拿来出伤害。你看，我刚才说了吧，他刚一杠零的时候是要出卢登，这卢登已经确定了。现在也是要和卢登，可应该是。巨人腰带这个被杀了之后有点稳，没有机会了。他这巨人腰带应该是过渡人。 我们随机应变啊！他出了一些肉，我们就出一点黄装。Why？ 你很帅吗，兄弟？这个闪现用的，估计没看到我。 也行，对现在人打得太集中。 没注意到我来，跑空了有点难。我们难倒跑空了，跟死个开大空大了一样，一样难受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这里可以等一下。大树能秒，他没有护甲。W 一个大招，近战 AQS， 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。 打完伤害已经不用看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正义而献身。这个还是主牌吗？主牌已经打完了，12点的时候就是了。12点的时候就打完了。这把段位的话，一二六个大师，4个钻石。 我们这隐藏分比较高，毫无意义。大叔压根都没看到你，是，咱们打完伤害也不用看。W 闪 QA 死，哎，你炸的有点快了，哥，我就是看到投降了我才交闪的。 不然翻几个墙就追到了。OK， 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